中场暂停是吗？一博踩着滑板去看我演唱会。好，那个时候，我第一场演唱会的时候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都记得。对对对对。对亚博老师在啊，他就过来看节目。不会吧，他在一般不都得 battle 吗？对，但是他每一期都会来。我紧张吗？如果要淘汰一个，你会淘汰谁？我吗？对啊，看发挥吧。你呢？把我淘汰了好吗？就不用这么纠结了，一了百了。尔虞我诈是什么？你怎么突然这么多成语？哦，尔虞我诈是三国，听过这个吗？不好意思，有个笑话。尔虞我诈，那来。你知道皇上身就是衣服上湿了，为什么不需要别人擦吗？皇上为什么呢？因为皇上有旨。我知道了。真是佩服的你五体投地啊。绝了，我选吧。可以。我没了，我冷笑话没什么存货。我也就这一个渣。哎呀，哦，我有一个，你知道藏语的鸭拉梭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吧？那就是青藏高原。我看见弱了点，就有一个蚊子飞到我手里了，我准备拍死它。他说：“你先别拍我，今天是我生日，能不能给我唱一首生日快乐歌？”祝你生日快乐！我的天哪！